哇呀，今天呀，整碗汤清甜可口，广爷绝了！干嘛这样子了？惊一乍的，那是肯定的，好喝啊！来来来，想做好这么好喝的牛肉汤，只要注意以下两个步骤：牛背筋切块，切好的牛背筋用老办法洗一遍，洗好的牛背筋冷水一起下锅焯水，锅中水烧热，放两片生姜，倒入料酒，再焯五分钟，关火，再捞起来。用温水给它清洗干净，好，把洗好的牛背筋倒入砂锅，加入开水，放入姜片，盖上盖子，转中火煲30分钟。萝卜去皮，去皮的萝卜给它切滚刀块，锅中水烧开，倒入切好的萝卜，焯水断生，去掉萝卜的辛辣味。这萝卜焯好了，给它捞起来，马上泡入冷水给它冲凉冲透，保持萝卜的清甜味。牛背筋煲的时间到了，现在我们加入萝卜，盖上盖子，再煲15分钟，把萝卜煲透就好了。哎，广爷，你看你经常教我们做什么牛肉萝卜啊、排骨萝卜啊，就没看见你教我们做羊肉萝卜的呢？不是我不愿意教，萝卜羊肉汤是在很特殊的情况才能上。我们福州的习俗，在什么情况下一定要上这道萝卜羊肉汤呢？现在时间到了，开盖调味，先放入枸杞、盐，撒上胡椒粉，起锅前撒上香菜。关注我，每天一道家常菜。